我今天跟那个就是涛哥出去玩，我可以对他多一点感情。结果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干啥？我们练出了兄弟情。我觉得他的神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条。然后包括我说，涛哥，帮我烧热水。你刚刚是要我帮你烧吗？然后那个林冠宇就走过来了，谢谢。就这个点还蛮戳我的，这段时间过来稍微有一点心里就是有点小起伏小波纹，是我在弹琴的时候。可以吧？对。他身上当时是喷了有香的东西，是水果香，身上有香味的男生我会有点心动，但是我又知道另外一个女生特别特别喜欢他，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算了，这个不重要。所以我这一票依然就是投给林老师。